起伏吧，先起伏一下，上次是起伏出来的，对，天机不可泄露。牛了，无级别啊，好 OK， 起伏成功。包不在多，有容乃大。整点实在的，别老给我整专用，来个无级别，来个无级别，无级别，无级别。特技啊，特技来了，兄弟们，无孔特技袖里藏刀啊，方战250防40点体，珍宝敏耐双加18魔256244加免，牛了，无级别。衣服好假，我原来无级别可以批量产生，我们只需要去珠子起伏一下，然后再去宝象国一鉴定啊，140无级别男一出现了，兄弟们，我不信，要延查两次出无级别，竟然是一样的操作啊！来了啊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无与伦比将军服务器，我表弟这边带来的150、160的武器。今天是第六天啊，要求不高，来个有木磨损不过分吧？是不是？不锈钢不过分吧？千山不锈钢，好，来吧，哥，弹个成就出来个，成功你啊！哎，第一次鉴定上者的成就啊！专用怎么没有？来，专用，有没有？又没有？有没有东西出来？597呸，571呸。595呸，538敏耐呸，568，哎呀，五把破盖了，576，什么东西？出了啥？出了啥？兄弟们，出了啥？出了什么东西？出了不磨吗？啊哈哈哈哈！表弟，快出来！吃席，表弟。这个伤害好舒服啊，694的603的不服啊，吃席了啊，哈哈哈哈哈哈哈。好，老板请吩咐，第一本上什么？好，来，第一本上防御，大家可以看着老板指挥我打啊，第一本咱们上高防御。啊，恭喜老板啊，这个一本就没了啊。其实没有什么啊，没有什么的，这个很正常啊，这一本到很正常，我也经常一本到啊。好，感谢这位老板啊，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三秒钟的快乐啊，感谢啊。好，咱们有请下一位啊。梧桐9+9+2+9，偷塔组的成员。祝老板偷塔成功！哇，老板偷塔成功了，兄弟们，死技能！出的是什么？偷！啊，偷塔成功了，可惜是野神不进入活动啊，兄弟们。夜深不进入活动，我们活动有个硬性的要求，是两只配最终参与奖励的宝宝要带特殊技能非野生。哦，还有金牌14技能金牌野生，哦，好气呀，啊！七技能的成就啊，这把必不可能会不出的，真的啊，必不可能会不出的，给我来一大堆的成就。